等多久啊？刚来。是吗？对呀、啊，就是我等多久都得说刚来。等大美女那咋的？多久就爱等？你不害臊？买票去，姐。啊，好。给女孩子出门，让女孩子买票。不是，那我钱全充卡里了，那你把钱还我。啊，好好好，还是还不了了，但是我能给你买个票。回来吧，姐。闹着玩，买完了，我能让你拿钱吗？我约你。这还差不多。几点电影？马上了。那你还在这儿？我想跟你再单独待呀，行吗？我看你今天这么香，你是喷香水的？你闻呀？行，我闻了。你躲啥呀？不太像。哎，好像开场了，走。姐，冷不？有一点冷。用我给你捂捂腿。讨厌啊。你干嘛？我想去试试。我拿报名。好啊，给你拿过去吃。你是不是误会了？你拿过去吃，很好。你是不是内心还有点小期待？嗯。真的需要钱？你不早点说，我得让你。嗯。啊，没事，有蚊子。啊，没事。我刚才看那有蚊子，我先帮你撵一撵。是吗？不好意思。害怕呀？嗯。啊？嗯。守住我。好点没？好点吗，姐？那老汪，你叫姐呢？那我叫啥呀？叫宝贝儿。嗯？我没听清，不能说。叫宝贝儿。啊？叫宝贝儿。哎。嗯。嗯，小倩，我男朋友被骗了，我晚上叫姐。报案了吗？烦死。对不起。行，宝贝。听说您是早教专家。咋了，宝贝？嗯，有点油腻了。你不要叫的吗？行。啊，你不喜欢听吗？嗯，行。喜欢。嗯。女人。啊，没啊。没下毒，怕啥呀？刚上完厕所没洗手。你要看电影干啥去？不送我回家。有阴谋。你害怕？你害怕呀？我也害怕。你是不是要吓人跳？能不能有点男子气概？嗯？能不能有点男子气概？我这叫，防范于未然。你是不是想吓人跳？你还给你两杵？开玩笑。晚上送你回家啊！行。谢谢大姐请客。那回家以后，然后你就可以回去了。啥玩意儿？妈干什么来？又来是不？啊，没开二度。那我不去。啊，你比我害怕。真害怕呀？嗯。别抠了，姐，一会儿把抠秃了皮。还叫姐啊？别抠了，别抠了，宝贝，一会儿把抠秃了皮了。为什么听你叫宝贝，就是好奇怪的那种感觉？咋了，宝贝？你在想叫啥？我心跳快吗？你心跳老快了，砰砰的。是吗？我别的地方跳得更快。
用完就扔啊？不是用完就扔？嗯，是吗？用完就扔。孩子，真的是你啊？没事，今天晚上就让你不害臊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就你们学校呢？嗯，在这儿当志愿者。哎，门口肉，点票留着，留着吧，纪念一下。行，你被电炸过吗？没有啊。装二百块钱，感受一下。一会儿干啥去？回家。走吧。走。